另外，中华圣庙基金会当年关怀独居的长辈，利用过年进前伫咧十二号上午，是号召着二十台重型机车队前往民雄乡送物资给独居的长辈。而所拜访的这位林姓长辈已经九十一岁，而且是一位新长者，所以机车队员是做伙为长辈的厝邻来大摒扫，再来搭上新的春联，让独居的长辈会当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关怀。二十台的重型机车卡入到民雄的小巷啊，在中华圣母基金会的率领下，不止载着物资，也搁载着满满的爱心，是来到一位九十一岁林姓独居老人的厝内。因为老阿伯年纪大，而且是身障者，行动无方便，看起来真粗勇的机车队队员纷纷协助阿伯来大摒扫，并搭上新的春联，增加喜气，要让独居长辈感受社会温暖。有钱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大家一起来，请我打扫工作，觉得这些人一下子就好了。但是哈、哦，环境好，他身体就会健康。其实我们前几年都有持续在做了。我想这个事情哈、哦，大家一个心力啊。有这个心，大家凝聚的力量，公司会更好了。中华圣母基金会长期服务独居老人，这次特别和嘉大重机车队来合作，这回送到新的保暖衣物和棉被，马上就红包，提早来过新年。李老阿伯是满满的笑容，看到被这么多人关心，是感动到目眶红红。欢喜哦，今仔日佫无欢喜，你佫跳你我咧娶新妇，咧娶啥？咧继续囝嘛，无遮济。做一个爱心嘛咧，啊，叫大家吼召集起来一起来做好事，吼，啊来给因送因像咧帽啊啦吼，然后这个帽子啦、围巾啦，吼啊是讲伊袜子吼，啊个米啦吼、面食，互因过一个好年，安尼啊也能够呈现我们真的是社会爱心人士很多嘛吼，都来照顾他们，让他们过一个有温暖、有希望、有一个爱心的一个过年安尼吼。中华圣母基金会表示，这次不是单纯的关怀活动，是希望社会各界也是团体，会使做伙来投入关心弱势家庭。你在今年也准备预计投入到200位服务员，将保暖的物资送到弱势家庭，但目前机会还阁欠30%，是有待民众做伙来斗三工。新闻新闻大概发民雄乡采访报道。